好，咱个来看到艺人张家辉准备要伫桃园的跨年晚会演出，伊即阵啊是感觉压力真大。昨暗伊参加一场电影首映会，规身躯阁穿了皮衫甲皮裤，这体格是无输乎电影内底女主角。Angel, time to go to work。电影《霹雳娇娃》年底时阵就要上映咯，首映会伊讲艺人张家辉就走来看电影。现场表演拆腿，除了乌皮裤以外，还佫穿运动夹。伊这个造型佫不利于成电影内底女主角。其实我之前就是很喜欢玩运动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尝试这些比较不同风格、比较再更辣一点的。但其实因为经纪人就是，希望我可以不要过多，所以今天就是有点若隐若现，你看得到，但是又看不到。张家辉拢有咧运动，所以体格才会遮好。过来嘛是头一摆要参加跨年的节目，而且即马赶紧咧练跳舞。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舞台，真的超紧张的。那唱跳也是首次的一个挑战。我觉得其实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，就是对于大家对我们的印象，会觉得说我们可能就只是一个演员啊，但是都不知道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唱跳的哦。自出道以来，伊就拢咧拍戏。人拢讲伊是新八点档的女神，伊头一摆伫大舞台遐唱歌跳舞，要予观众看到伊的实力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